因为我们修班当中，最重要就是要修持这个三宝心法。啊，今天很高兴，这个沈经理他现在还在当药师，还在工作，还在服务。你看他这样子大概又跨他差不多几岁。昨天晚上在那躺着，不要讲很年轻呢，可是已经七十几岁了。看不出来等一下他自己。有机会再介绍一下，那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沈先生。向北极张老祖及众仙魔参驾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二，沈经理好，三，谢谢沈经理，请坐下。咱这个三宝秀的大家都有无啦吼？有。啊，我有一张这个做太阳证啊，哦，太阳证我哦，那个参考就好了。还有没有？参考。我今天不讲那个太阳证，那些都是我封在封封闭封到我家练证明，看待伊来收未？开始，因为我好变动是讲封待伊啦，所以讲封封闭封。会注意着对，好歹势啊！啊，若准讲听我详细，啊，搭停车会使硬去讲者，我就讲解释。对啊，对啊，可以。啊，可以慢慢讲啊。哈哈。哦，好。咱这个，因为这个天道都是一贯道，都是一样的。有所以有人为什么说天道呢？因为我们就是先天大道，先天大道，所以起这个天道。啊，其实我们这个在十六代子的时候那个改成没看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大多数也是讲一贯道，所以一贯道，比如说我现在有申请了一贯道走的，这个是大家都想的。其实为什么会再想要再讲三宝？其实三宝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来佛堂求道的时候，来佛国法门拜佛，来佛堂求道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三宝，是不是这样？好，那既然大家都求了三宝，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再讲？依我过去的经验我是拿内存过来，差不多四十年前，我就四十多年前了，就求得到，我已经70多年了，啊，迄个时阵求道的时候，我差不多求到一段时间因为常常在办道，很快就被人家叫起来在说三宝，啊，都是在介绍三宝，但是真正有去了解三宝而已。都是讲一些名相，玄关是什么？这个口诀是什么？何同体安怎？差不多介绍这一方面，而且有一些引经据典，名词来介绍给那个道士知道而已。其实
没有真正的去深入了解三宝，而且我们以前的浅显的也是这样，都没有告诉说三宝我们要如何运用三宝去做修持。所以哦，因为这个缘故哦，我差不多修到了二十几年，又在那个道中哦，推动了一些道务的事情，所以发觉到说，看我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哦，我跟前辈说已经四十几年，我看那个四十几年的老道亲啊老前辈，看那二十几年的十几年的，看起来也差不多了，为什么？在道场大家都很慈悲啦，但是我发觉遇到问题哦，这个脖子就筋就长起来了，就有一种感觉，为什么会这样？也发觉到我们的道场哦，师尊归封以后哦，分做很多单位嘛，是我们在台湾说十贵州嘛，其实没有那么多了哦，没有那么多单位但是我们都以18组哦来称呼嘛。说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联系？我也有这种感觉。这就是在我们自己单位自己在探讨，没有办法互相联系，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哦，如果求到了道亲哦，一二十年哦，那就会感觉到我们道场中哦，好像缺少什么东西。他这样有这个化解的人，他就有阴影，怎么样？想去外面去找修的方法。因为我们以前哦，十八级的真正在内修的很少，才80%都是在墙哦推动这个板道哦板凳，都说板凳了砖凳了，拢是安较水啦。真正讲哦，有教我们哦，如果内圣修持很少，所以哦，真正的想修的人哦，都往外跑，像什么呢？千海法师。那我们一贯道连那个点传师哦，都很多人都是跑到那里去，没有天呐、还是那个有一些道教的人家真正有修的，他都会跑到那边去。为什么我们一贯道那么殊胜？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很感觉很奇怪，我就将我那个推动的那个工作，我就把它辞掉。本来我们在推动那个道务都很好，为什么我想这样做？我觉得很有需要再去发现那个道到底这么好，为什么？什么原因？怎么没有办法大家都能够完整爱情中一下互相担负，大家联系所以我知道，所以我说能停下了哦。不信，有这个心愿哦，半天就成了。所以人有善观天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只要你有信念，有方向，有目标，上天都会慈悲，他就会有因缘慢慢和你那个人家真正有修持的人见面。我遇到一个那个大陆的那个老乡人家都称他道长。一直到已差不多，我和他见面，他已经70几岁，他也是道亲哦，但是他是那个龙门派的，对，这个应该是李祖那条线的什么龙门派下来的，但是他对那个丹经很有研究，对内圣修持很有研究，然后因为人家介绍，我就和他谈。你说你要修，你一观到里面就有东西了，你都不知道怎么修的。他问了什么？你有没有担任这个天职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领命啊？有没有担任点传师的这一类？我说有一年的接受这个天职。你既然这套就是你们不晓得，你又知呀？你那唔知啊？被他一口问，哑口无言，
你自己在点道中练的东西，那就是修的印证方法了啊。这样了、哦，啊，我们那里老前辈都没有教我们呢、啊，他只说你领面哦，你就是那个离本了、啊、哈，那离本嘛哈、哦，离本就是有时候我们是说的嘛，点道经啦、啊，或是那个点道书嘛哈、哦。他、啊、那个老前辈都说你领命的时候你这个要背起来，背得很熟。你站上去哦，代表老师的时候，你要练得很清楚哦。啊，给那个修道人哦，能够听明白哦，这样就好了。啊，所以你这个要做的庄严就可以了啊、哦。就表示说仪式很重要，但是内容不重要。为什么内容不重要？他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内容是在干什么。而且说。如果那个道亲要问的时候，你们道亲不要问，这是点轮式的事情，就是，所以老前辈都告诉我们这样，啊，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遇到那老道长，他就问我这代志啊，啊就我哑口无言了、啊，哦回去以后我就那地，其实有人是说嘛，一文再拿出来再看，到底是在讲什么，也是一窍不通的，因为那些话哦，都是什么？三经方面的东西，啊，比如当前这是金融观、金水、金会、义务传，那到底是说这讲这干什么，对不对？哦，啊前那尊大人二宫耀辉观一点真太阳，啊点点点，啊无有生二时终日练心观，练心观，啊为这个是干什么？也没有讲啊，搞不清楚啊。其实这个叫要做工作。要做功课，但是我们连功课都不晓得怎么做，所以啊，就讲无法度通讲哦，知影讲遮宝贵的物件。上天吼，甲三级的运大开普渡，甲下这三宝，就是要让咱真修实练。所以咱咧办道过去呐，求到了吼，拢讲讲什么？先得后修，啊，但是怎么修？有了老前辈都告诉说，你就依靠三光五常好了，啊，依靠三光五常嘛，啊，仁礼义智信嘛，啊，孝悌忠信，啊，再加一些八德这方面的，啊，你啊做人就是爱耍晦气就好了，啊，人道我圆满，天道就尽了，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不能落俗，啊，水公公啊，叫人做，家己免做，就是这样。自己也没有做啊，其实说要讲到孝啊，也没有切实，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讲咱过去哦，这道场常发生的事情。后来哦，一直咱拄到这个老道场，伊就甲我讲这代志，我等就开始重新哦再整理，好，看咱一贯都有啥物宝贵物件，啊，我来去甲找个古早上古早的物件咧。反向角度啦，迄种大陆过，迄头恁可能拢有看啊。粉，即、這个黄庙粉丝一届啦，吼、哦，是来见嘛？你搁提出来，甲献看看嘛。我那里面都有讲啊，有教我们那个修炼的方法，但是我们看我的显贵就好啦。哦，你看我的显贵就好啦，啊，别个你挑伊个干嘛？你就无法度。啊，所以变成安怎？一知半解。无从下手，所以讲一直在想，我在讲，我到底是要怎来想？伊甲咱点破讲，啊，你都点到时当，就是这物件，就是要互你收起印证的，啊，但是要怎收？我讲，啊，就是讲，伊就是讲，咱过去吼要收就是安怎？那佛家来讲，就是透过打禅坐，啊，道家就是讲打坐，啊，儒家就是讲静坐。因为就是这代志吼，三心这一年，吼，他唔咋当心，啊，所以讲爱改变大不了啊，他呢爱积极的吼，对这方面他不会少担心贪污，所以因为这个一年，吼，唔再讲未来贪污这三步，啊，我是安内贪污三步，比如来讲，感觉讲就爱讲爱静修，但是静修社会上做不到，静坐花火太多，然后五花八门。大家嘛拢真好啊，但是无从下手。无从下手，我着在附近的时候，阮咱遮寺庙吼，啊，着啊是中大吼，
稍微甲人家那坐嘛吼，啊有诶中盘就是我那要餐桌，吼，啊但是餐桌来讲，我来来来来，你们要收摊就等咧，早早点这些活动啊，就土土坛弄弄一弄，啊就大家坐一坐，啊我们的这个一般哦，公庙餐桌哦，闽南人就爱这素茶吼，啊你等下进，啊你你在做的时候，他用用那个素素茶滚吼。坐无哩，咱逛逛面太多，咱的面多啊，特别钓骨啊，刚刚炒汤就像装水一样，咣咣咣咣咣，这个一下来一下来，啊，咸汤咸西嘛，没有办法正常。哎，出来就以前我去想讲吼，印象中的，啊，哪里电视咧讲，我来介绍，介绍，我去爱参观嘛，爱参观。在那当中，这个人潮起来的时候，才相信哦。他不如来参三宝嘛，他一贯道理没有，也没有在参挂头，也没有在参这个面膜是谁，然后抹的抹的就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来参三宝，所以都要提醒你在参三宝。刚开始不晓得，啊，但是慢慢来坐，慢慢来坐，那是怎么回事？再话讲啊，这内底讲，啊，佮迄个老。老道长来讲，互相他就是印证，啊，伫这当中来报告讲，嘿，这物件，啊，这慢慢累积起来，哦，所以你知道当中哦，我就是讲哦，咱这一年啊，三星水在讲，我在讲，要来讲这三步，咱内心也发一个愿，说有一年我就要来看这三步，因为什么？为了大财三宝，因为我们一进到佛堂，所得的就是三宝。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深入去探讨，深入去摸索。啊，其实这个东西，三宝，我们本身就有，因为每个人都是佛，因为邪道三大魔王显现了我们的本性，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没有清净，而且我们是过去累劫累世所造成的因果。和你在现世所接触的环境，很多是意识形态就跑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哦，都是有一个意识形、意性跟本性，虽然是一体两面，但是大多数是意识在作怪，意性的问题。所以你有当时啊，那时啊，那大家讨论到边，那答案哦，三情五尘，这个意性问题，分别心。就跑出来，啊，这些没有找到自己，啊，一直我的下一期还没有，慢慢讲到一段时间哦，我都是讲爱他多改观，你们听，如果我不给你看，而且你我这个整理一下，啊，所以我这点点我做，但是就是来这讲物件，这三宝哦，其实里面哦可以衍生太多东西，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讲复杂也很难修。其实呢，大伙其实一点点点啊。我昨天看那个我们的李子润啊，李子伟啊，啊那个金门啊那个啊，你出去没玩了哈？啊，他谈，他也是这样讲，和我的所见略同。因为是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嘛，所以我帮他整起来就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从这里可以发挥出来，也可以从这里发挥三奇厌问大开智慧，所以这个书正的法，这个不提幻想，而且三宝行为确实是不二法门，是咱无叫运用，无叫阐扬出来，所以你无法度人讲吼，身历其境，你如果能像那三宝，把那吼从内在把它阐扬出来，哇你挖起中文。你会觉得哦，啊，这一次没有白来。其实我们哦，每个人都可以开悟的。
每个人都可以开悟，但是呢，开悟的话马上就被一时情态也淹没，所以你又要回过来，啊、哦，做一个平常人。如果你时常不断的训练，他慢慢的心胸啊，一切都会开。这就是我个人上那个这初步的些感觉，就是安尼。所以我甲整理起来哦，整理起来吼，咱这个。按、啊、这个方面，咱就来讲吼，咱大家来参考一下。因为咱讲三宝吼，唔是讲咱一贯都叫三宝，吼、哦、三宝吼，天地人都有，哦，咱就天哦，日月星哦，啊地水火风，人精气神哦，啊你天都啊，这个儒家来讲哦，就是讲这个这诶精气神。哦，力气强，哦，啊，这道家就是讲这种这读经书，哦，这神气经，哦，啊，咱佛教，哦，释教就是讲释迦来讲就是讲佛法经，哦，觉净经，所以每个宗教哦，它都有这个三宝，其他的三宝，啊，他这个讲和我们的一贯道哦，有这个三宝哦，天道哦，其实也有相关性。但是我们哦，上天慈悲哦，就是多了一个动作，一记，啊、哦，而且那个哦，这里口诀，但是口诀哦，里面等一下会谈到，它确实是很奥妙，确实是很奥妙，妙不可言的。啊，合同更不实际哦，合同更是紧。是这呢，你说那抱起来这合同啊，哎呀，这太简单了，这合同，对对了，这个是上天传给我们的，这么简单，就是这哦，紫海节哦，但是大家都晓得吧？其实它里面呢很奥妙呢。合同你能够做到哈、哦，日常生活中哦，你一定融入在这生活中，你成套没有问题的，真的啦。但是我没有做嘛，如果没有做也是凡夫俗，嘛是凡夫俗不解啦，凡夫俗主一个嘛，所以我们求道一定要做功课。过去的功课哦，注重在什么地方？注重在传道，对不对？咱个唔是安尼，拢注重哇，迄、那个大人啦，来办道啦，哦，啊，让大家众生去求道，哦，啊，赶快讲一些道理给他们听嘛，这个道太好了啦。哦，人生诶，你来讲在这个三皮烟云这条道，免受轮回之苦。哦，诶，你当父母求天，哦，天堂挂号，哇，那不得了了。哦，我刚求到，我听到这样，那人生没有白来。欢喜到就真欢喜啊！赶快回去告诉我的那个爸爸嘛，那阿妈，诶，还进来求道咧？哦，你较侪诶无求道吼，怕生哦。哦，第一个就是先找到老，找人家求道。啊，然后父母亲、哦、兄弟姐妹，这样慢慢的都整个家庭都求父母、哦，但是求一求也是一过手的，也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缘分哦，他也没有办法出来。所以这个、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是我们对三宝没有下手，我去做。所以我在、啊、求到20年后，才慢慢发现到这个问题在这里。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我不知道四十年到20年、10年还是一样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做功课嘛，没有做功课，咱的迄、那个，咱本来自信就没有办法流露。大家一起在谈的都是四十六数，四十六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有时候谈到有问题的时候，会争这个要保持，就会分别心。执着，我的才对，你的不对，啊，大家不能互相体谅，就是没有运用三宝。如果你常常能够将三宝发挥出来，这些事情问题都慢慢的可以解决，包括家庭事情也有那个智慧，问题都会被打开，确实是奥妙无穷。对，但是我们没有用啊，好的东西没有用，对不对？我常咧讲吼，上天慈悲啦，啊，这个宝贝互你啦，敢若泉州放咧你得到你摕去仓库的，啊，摕去保险箱放在里面，谁知道你有泉，让它钻石，对不对？
你就把它带起来，你看说，哇、哦，好厉害，你有那个那个钻石那么大，啊，你要羡慕，还会我要问，你这个钻石怎么来？但是咱无提出来，所以上天既然赐这个三宝给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去深入探讨？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哈本性哦，都全串，大家都一样，哦，所以说，咱每个宗教团体都有三宝，但天都有三宝，非常殊胜。和佛家、道家虽然有相关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们上天在这三级业务呢，特别比较明示一点，我们助性就打开。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助性不打开？有了天，有了求了三次还是打不开。我来丢这三遍，加水了。人啊来啦，我只只丢来呀吼，我有问题啦。点三次还是没有，就是真的点了打不开啦。为什么？不做功，不做功夫，不做功夫，你就跟观音师傅同款。所以有的人足认真的咧办道推动道，那也有，确实也有帮助。因为咧团队也输逼嘛，啊，表示我们不求他啊。但是有时候在道场很慈悲，回去就原形毕露了。哎呀，我等下等手画大蛇，画大蛇，我其他唔得安安嘛，对吧？还是讲阿弥陀，真正有修嘛，没有修。所以你要修，绝对是自己要做功课。啊，你有做功课，哎呦，就是还什么还现嘛，你咧境界哦，唔是讲他妈讲能境界四级了，我等下。哎，不是这样，这个身体不动，心在动。所以为什么那个以前的佛家术哦，因公禅，其实他们禅业禅妙哦，禅呢是印度语啊，翻过来就是静力。我们那个国语就是那个中文就是静力，爱静力，你也不是呆呆坐在那里。哎，也不是一直思考，啊，这个窍妙，这个物件哈有窍妙，要慢慢的再探究一下参考。所以我感觉讲这三宝哦，每个宗教都有，但是天道特别殊胜。啊，因为我这贵堂经刚中有我那个是那页哈第三页，啊，这我因为透过那个。家己咧淡薄仔静坐时哦，慢慢展开思维哦，会着互你稍微开智慧啦，不是很大开哦。但人吼，从小悟，慢慢集成大悟，从大悟慢慢集成彻悟，迄就是真正正解。那就批评者为来人讲吼，就是正解，坚定正解。啊，当然啦。那黑了这仙夫哦，趁愿再来，他不搞这一套的。仙夫趁愿再来，再将这段还没得还干，没得黑多了，一都不死了，一呢，他已经仙了，差不多作用是安尼。也已经不也是会修炼啦，也是趁愿搁再来显化，对，你看伊唔捌字啊。啊无读经啊，他一天文经就是开悟。啊，咱这哦不但捌字，搁足是真念的，哦，哈哈，哦，有当念经一天念几啊遍啊，哦，不开悟啊，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讲这个值得我们探讨，哦，咱来去探讨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我这个就是讲，因为这个物件，我就讲，平安三宝才好啊。他们一切为什么要用什么方法？有一个什么方法？哦，啊，我就甲在这当中咧见的当中咧直接扫出来。所以我发觉就讲吼，光华在呼吸，光华在呼吸这状况。啊，因为这个光华吼是吼圣基础法，啊，这个念法在康里，这两句是按照我来诶，这个物件造这个物件，因为这是师尊吼。第一贯都入门解答，哦，下观三会条，你讲这个是地位
吼，就是咱地位就是啥，咱一贯在咧讲是讲圣灵。伊中间一地，这个地，这条的答案吼，内底一首诗啦，用八卦周流文化去哦变过吼，啊，这个这，啊，还一个鬼子，别人个吼。八卦之有云何去？孤舟临沂之人知，无人纸上谈来歌，随地弹歌在堪舆。啊，伊啊，这首吼，这是我搁家己个增加落去，吼，啊，毋是我做，这拢是丹经内底物件，这拢丹经内底物件精华物件。但是你若毋知影嘛，无法度。吼，所以很多丹经吼，确实都是在教我们修炼。迄、那个啊，这堪舆吼，官凡无无忌吼，虽然世上不相干哦，既然彼此怀真妥，只是金丹有限嘛。为什么要金丹反呢？恢复我们本来真面目，简单讲一下。但是遐种以后就必备的迄个工程工程，那种必备的工程哦，那个必备工程。啊，即个就是讲，过来，咱搁跳转第三个吼。因为咱拄仔咧讲莲花在堪舆吼，即先介绍一下。啊，过来就是有密法，哦，密法在法中观，哦，这就是咧讲口观。因为咱的口舌内底吼，虽然讲无字真经，它却有真实意义，真实。因为无字真经，咱讲也是讲一般，就是讲咧咒语。座椅是本来是不欢迎的。座椅，你像咱心经哦，结地菩萝结地吼，菩萝经结地，迄就不欢迎。迄个其实呢，但是欢迎起来是很简单的。本，伊就是安那，讲起来是真简单，正人歪去做，所以变做啥，他不欢迎。哦，不是欢迎是安这无欢迎。所以说，言语，伊的印度言语，结地菩萝结地菩萝经结地，座椅，那是他座。所以讲。咱的咒语吼，其实吼，咱讲吼，这个，实际上咱的话，遐这五种咒，真灵，咱真灵咒，咱弥勒经经都讲，遐是真灵咒啊，吼，搁咧平常时，爱用心持念嘛，咱老祖师讲，甲你讲爱用心持念，但是吼，它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说用心持念有神通啊。啊，很迷人，这时候来讲，也你若认真持念有神通，但是你想神通都得不到，对吧？这句话吼，就是要熟悉。为了有很多人啊，为了要想神通，因为神通会渡人，啊，对吧？所以很多很这样有时候变很难再超越。其实那个只要我们用心持念就好了，那做你用心持念。但是他有真实意，也要点出来，看你在讲吼，看你在讲。过来吼，我阁分一个第五项，就是了法在灵明啊，灵明是吼，就是讲你用什么物件去啊代表安尼吼，你才圆满。哦，这就是讲你这四项的功课，你若有做到一个程度，你就知道了法。啊，每个人都不同，对啊，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但是你只要有修。其实都是相同的，啊，老板，年纪不同，啊，但是目标拢同款，所以你大慢慢去体会，要安去了嘛，哇，这咱确定我会比咧讲给大家听，这就是讲，因为我这个过程当中哦，我甲中山道吼，佮加伊加两项的空隙，就是讲一个基础，啊，甲最后圆满，就是中山道的圆满，修持圆满。就是接着这五个步骤，其实这个五个步骤哦，也是三的，啊，最重要的是这三宝，对不对？但是这三宝哦，再讲明一点哦，其实可以，再讲明一点，粉碎虚空，他不要想起来，你不要去执着，因为要哪些那爱走，因为有来有天有这个发配，你不是哦，趁运再来。你如果趁现在来哦，你的行为哦不一样，我告诉你，啊，哎，刚刚咱老祖师嘞，刚刚咱的师尊嘞，这方法嘞，那我们能像他那样吗？当然不可能，对不对？啊，所以说，欠钱的该欠钱的，咱得学习了。
完全众生离开。但是哦，我你阵上好啊哦，是中师下师来，你要待到上师的来才好。所以我们哦要更加努力，好去派他，好慢慢慢慢他就会提升上。这个是这个，我这个大概累积的我会动作，好，我再下一页。啊，我来是爱了，来创这个图呢，哦，这个吼，实际上咱拢过去拢在讲，啊，但是吼，我是讲吼，因为是啊，咱要修吼，的过程先，哎，照计修先，照计修真的是，你若无这个先锋吼，根本就，当你若等个天灵，遐很难修啊，哦。因为无阿体，咱过去在经过这样，咱来甲你讲，甚至迄圣人啊、师兄嘛，有先佛支持嘛，是安尼甲你讲。你如果再完成修能修一天啊，去遐太阳的修，几啊年啊。所以这个安尼你看，要把握，不要把握。对，咱要搁发挥时间哦，太怕生的啦。欸，短短差我即个75岁，当时要等个唔知啊，啊，像。所以敢保证啊，但是我也很满足的啊，对，其实75来世啊，若要照菩萨普贤师咧讲的时候，人生75来世咧，对，算者，但是咧，啊，即摆这个时代无同款，即摆吼190我是85年纪，人生70才开始，60算啥物？对，就所以讲太年轻啊，即摆才开始咧，70岁哦，70岁哦，敢若7岁尔咧，对，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把握。虽然你讲咱唔知影当时，但是咱要把握。现在，既然能够在这三期业务能求到入宝，你如果不去做，那不太可惜吗？哦，入宝三条空啊，空手而回，哦，安尼是爱做。所以吼，我们广贤宫吼，在道清哦，太艰苦了，请大家向心力啊，好不？我得跟咱的这个在中间里面广贤宫在道清哦，实在是真好。大家真认真，吼，能够安尼，大家啊，佫尤其咱甲咱你注意吼，安那趁伊，伊才受益良多，吼，伊个确实也是不错的，伊很和气啊，所以我们新闻吼，你看今天来了那么多人啊，鼓掌一下。但是吼，咱妈祖嘛爱该加加少的，啊，福州吼，爱佫较无简单，伫个对话拢简单。感恩啊！我那值得我们效法学习啊！我那一多来吼，还做不搞太衰了，所以爱过来给你千万。啊，先生，咱们讲这个图，我主要咧讲这是因为咱爱照计修真嘛，你爱了解咱这个身躯，吼，咱这个身躯吼，其实就是你要看迄人吼，两位，吼，我特别咧脚顶啊写个人吼，因为迄个代表是阴阳，所以讲咱吼。中国的这个中华这个文字哦，仓颉造字哦，太感恩了啊！伊就讲现在咧骗图片，你就话你乌鸦不撒撒啊，对哦啊！你看迄内底意思啊，最厉害！你看，这是一个阳，一个阴，啊，一个动，一个静，一个清，一个浊，一个善，一个心，一个浮，一个幼。啊，这内底是啊，伊就是有精神甲物质哦，信息甲能量。所以修道哦，到尾也是啊，爱有能量。爱有能量，对，爱有能量，你知影啦，透过信息，哦，这个要达到，你确定，这个是讲我先知影就好啦，哦，你知影就了解讲啊，人体所具备，过来一张吼，这个三宝与人体的关系，这个我看吼，那伫网络啦，我甲看迄个做，这足多人咧讲三宝吼，敢那还无收集安尼啦，哦啊。拄爱电脑吼，有台电脑爱用用，就当个感到好耍。啊，迄个我去看了这，我人袂晓画。刚开始我是无一个人啊，就敢那迄个啥卡通的，袂水的，袂水哦。啊，要甲画图，要来拍字用无法度。啊，都去看了，来，等下图咧静坐一个图，啊，走去甲捏起，甲捏起时吼，啊，我就转直接图吼。是这个图啊，安怎甲咱分？啊，先咱来分三级，恁知影无？恁甲讲什么意思？上中下。哎，上中下，上边下边，那咱等等 ，OK。哦，可以啊，不好意思，
我哦，平常时哦，拢讲台语啦，啊，我来讲台语较灵，我讲国语要顿顿啦，啊，所以哦，就搞错了，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图哦，太重要，这个太，因为咱们学到哦，一定要了解这个图。你若无了解这个图哦，没有办法下手。你若看这个图哦，为什么我要把它分三条线？其实是叫你人体的生理构造相当关系呢。看新闻才说。我的肩这个也肩造出来，肩做当中哦，给造出来，啊造出来哦，哎呀，这来这拢多啦，富啦，这拢这拢这拢普遍嘛，我做咧连三步拢有啊，啊，搁个肩做，这关了，哎个扭出来，真好，啊，哎，摕出来国家，这个图听讲几点钟的，真正，你要认真讲，我解释啊，这爱搁讲到这条乾坤吼，先天甲后天吼，先天后天吼，是，啊，这个坎离吼。这个东西啊，啊为什么会理解一下元神啊、哦、四神啊、空气啊、古今天啊，为什么有形无形？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人体你慢慢去了解。我们的头部哦，就是我们灵性的存在。这个头部现在科学那么发达呢，它大起来，你别讲我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对不对？医学这么发达，基本上打个器官哦，都可以移来过去嘛，接来接去嘛，都有时候。不错啊，但是你这个头，单单这个头就没有办法，你把它砍下来，别的人再把它打哦接过去，这个不能存活。在法路那一天，我看到说有试验了，所以可以活几天了，但是也是后来是没有办法，因为发现我们一级顶房路垮掉，但是也是没有办法。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头部很重要？头部就是我们先天，田嘛，田为秀，坤。哦，坤为坡，就是这个很重要。这个要为了什么？这个乾坤哦，就是先天。啊，这个坎，这个离坎离哦，离坎就是后天。哦，啊你，我们这个先天哦，先天在什么时候？就是在我们八道母亲的肚子里面那个先天，因为他也不呼吸啊，也不出东西啊，但是他那个小孩子会好啊，对不对？这是先天的。但是我这里就是后天，我这里是什么？空气进去，它在先天的时候它是真气，真气就是靠母亲的能量，对不对？所以我这里空气啊，原始就变成四神，但是呢那个四神是慢慢来的，不是一下就是四神。所以昨天我们谈到那个小孩子为什么晚上睡觉，就是平常睡觉为什么会笑啊？咱两三夜嘛吼，我车醒了，我台上了，对不对？其实那就是他原始还没有被四神哦左右，像我们现在都是四神，你能够用原始的太少了，那个是啊，包括我刚才在讲的不做。过来，趁现在那就是原子在啊，本性在处理事情，否则都是事神在作数。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就是要降低事神，属于原子，啊，本性流露出来。啊，这个就是要练，不练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哈、哦，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这个头部就是代表我们的本性，也是事神。这元神就代表，为什么呢？它就是无形的嘛。你元神也没有办法。我像我在那讲，你如果要我说把元神拿出来给我看，没有办法，它也摸不到，哦，对不对？但是有感觉啊，它会千变万化，对不对？哦，所以它是无形的。啊，你这个真气哦，来到这个后天的时候变空气嘛。我们吸收，你那肺部，你看，那肺部不是靠着呼吸，肺部就会张开嘛，啊，这就要吸空气。如果没有空气进去啊，不要几分钟就，那原子就不能动，四十年不能动，对不对？它离开了，所以这个空气是很重要，哦，因为我们脑部缺氧，你就没有办法，没有空气就不行，透过那肺部的。交换，所以血液都有带，
所以这个你看我们的终点就是空气，啊，那这个空气介于什么无形与有形，所谓无形空气你抓不到，但是你也有感觉，为什么有感觉？风来就凉凉，对不对？所以借之有形，所以才有一个无有形，无形有形。啊，这个丹田呢？丹田它就是属于相，就是有的东西啊，相就是有的东西，啊，有的东西，你在先天它是完全没有，小孩子在肚子里面没有吃东西啊。但是眼睛，但是呢，你出来的话要开始吃东西啊，吃奶，哦，小孩子吃奶，有长牙齿的开始吃饭，哦，吸饭，哦，这样，哦，慢慢的长大，现在像我们这些都是要吃五谷杂粮，对不对？啊，这个叫五精，五谷杂粮精华在我们胃肠吸收，产生精华，产生能量。就刚才在讲的是这个五精。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这个物质嘛，那个物质的东西，它是有能量，物质会产生能量，哦，就是这样，哦，透过胃肠的吸收，它就有能量，哦，所以这个简单的介绍了，因为这一下子就可以讲快小时了，所以这边哈，哦，好紧张，皮炎，然后慢慢等一下再谈的时候会再介绍过来，所以说。是啊，要讲这个第一项啊，光华在呼吸啊，哦，在呼吸啊，哦，在呼吸出生。为什么光华在呼吸？我做了讲啊，那是老师讲的哦，老师讲的哦，八卦多流运呼吸啊，运八卦之流运呼吸啊，运呼吸啊，哦，古今能够写成书，古代的人和现在的人书上太少，哎。呼吸是一种大学问，在下页，呼吸是一种大学问哦。其实我们都还呼了，不晓得不会啊，不晓得这呼吸那么重要，当然是重要了，不呼吸就完蛋了，这个不重要。但是呢，你不会去感觉，你不会去感觉说你在呼吸，对吧？你起码你讲你搞包你讲你有点呼吸无点呼吸，他自然就这样啊，对不对？但是人家圣人就不相同，所以伊拉都讲呼吸哈，其实就是一阴一阳，一阴一阳，哦，他这个呼吸哈，所以说这是易经在讲的，易经哈我们去顾问嘛，一阴一阳之为道，既知者善，成之者现，哈，百姓自用而不失过，君子之道先。其实哈，我们哈，凡夫俗子根本其实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些东西呀，啊。但是你如果认真的去探讨，你就觉得哎呀，很有道理。老百姓哦，其实我们不知道道在一起，但是那个圣人现教他知道，他会不会？等一下会谈到哦。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哦，是一种吐纳功夫。道家在讲是吐纳功夫哦，他的功夫是什么？气浊流清。你看吸进去的不是新鲜空气吗？对不对？你吸那个脏空气下去，会就不好了，啊，你的免疫力就下降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吸些那新鲜的空气，啊。再来，我们如果以这个医学来讲，其实我们体内就是呼吸，就是在新陈代谢，啊，你会呼吸吗？会呼吸的人是会排毒的。不会呼吸的就是平常人，就是这样，哦，所以哦，我们古圣先贤哦，有去修息的。你看也这句哦，三教修行唯有其中求，一计天机道破无明说哦，一心行善何忧先不成啊，哦，三界我是善，游乐善游乐逍遥啊，哦，为什么？虽然这部戏啊，其实就讲到重点了，就讲到那个喜，就讲到这个喜，这个喜哦，这个喜其实哦有点意思的，
一息就是呼吸，一呼一吸就是一息。但是哦，这个息要怎么讲？还有一个重要的休息啊，一息吧，在休息是用这一息啊，对不对？啊，这个里面呢很有意思啊，住心嘛，啊，你看这个住心，啊，是住心，呼吸哦，就是在我们住心之中。你所以说，心息要相气的，心跟息啊，心跟呼吸啊，你要去气。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你来了解这息，哇，不得了啊，你成仙没有问题的。哎，下一集他都有讲了，成仙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去探讨嘛，你观到道心人，过去有没有听这些事情？他不跟我们推动这。这方面安装呼吸可能也太少了，我们不能说没有了，哦，当然是有的，但是呢少之又少。其实哦，圣人都告诉我们，我们都没有。我跟你讲，咱这老师都跟你讲，八卦就是五好天啊，啊，咱没走，我还走，你做完了嘛？虽然是求到你啊，以后可以回去，记得天福音。你不没有办法到这样逍遥自在仙人啊，没有啊，还是在天威呢。就是我跟你黄金君啦、大帝啦，他还是在天威。甚至有人在天威的天牢在做功课，对啊。那一挂他们这，较早老前辈遐，迄混混员你唔知有看？啊，迄拢在那里洗三温暖。水深火热，所以说你常做煎煎很麻烦，尤其炖汤也很麻烦，炖汤是啊，汤是啊，很注意哦。不修的话，还是到那里去也要水深火热，要听说有那个洞，要盯住，还是在那里修。所以我们现在赶快修，到那里就省事了事，因为你要考嘛，回去还要考，要课。所以我们这个重点都是讲啊，我们要有国位啊，要有出位，对不对？不修出位也没有用，就是我封什么出位给你也没有用，为什么？还是凡夫一个，对不对？所以很重要，老师传这个道，你要什么事？先得后修。这已经告诉你了，啊，逆流不能撩弯了，难把胸膛了。这个是点的是代理老师的时候，告诉我们的。那疗愈就是要修啊，对不对？啊，修行另外一边啊，啊，我们都工作都没有做，做甚至嘛，当然没有办法回，不会生气了。不然会在天庭院，要天罗院，然后按长相签字，我就要去天罗院。所以这个习哦，呼吸啊，在下一页啊。吸呼吸也，人呼吸，哦，人也不呼吸，哦，这个练一下就好了哈，哦。这个命不存嘛，呼吸哦，关于生命，也关于寿命，关于人的寿命。所以说，会呼吸的人就比较长寿，啊，哦，这是我根据的，啊，哦，这种精神哦，一般人呼吸哦，一分钟他八下，啊，哦，十八次。十七次、十八次、十九次的，都这样，在这个左右，平均是十八次的。现在男子呢，平均寿命啊，他75岁，最近有在发布都76岁，都给几，啊，最近啊，这块是五年下哈，外面都得超75岁，按这个坤道。就是用女人平均寿命啊，约80岁，现在到81、80，所以女人很比较啊，身高比较，男健步的面料都给多5岁，对不对？我们男人啊，英雄气短，啊，气掉了，就是呼吸到这里，啊，女人啊，天生的不呼吸，从小孩子到年老都不呼吸，这是小天赋，也没有办法，这是老母娘慈悲的。因为你们比较辛苦，对不对？所以他就都给多5、6年给你。
这是便宜点点。这其实也有那个男士吃了100多岁也有了，不是这样的，但是平均的平均一年就算起来，这个整个那个这几样的卫生纸平均出来，不是我算的我那个有资料。所以如果安有毒药，你看咱人的动物注意啊，对不对？你看狗呼吸差不多35下35次也平均寿命超30年左右，这上下大约的那个乌蛇呼吸1分钟要2至4次，它的生命400年200年左右，所以这样讲起来呼吸长短深沉真重要。我就来讲呼吸长会吃到200岁还是几百岁，我你等。我想那个不能真的不能吃到200岁这位上老师不行，人家是慢慢调理上来的不要好高骛远，走错路不行要急功近利这个很重要这是告诉你一个方向而已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情形我们要慢慢去调理这个都会有讲到你看唯有圣人君子圣人知道什么他会怎么呼吸，像佛子啦、老子、孔子他们这些从呼吸下，你看佛教都是什么按照那个安那般那呼吸法、此吸法流传到现在都在实行，他们在禅坐都从这个呼吸下，对不对？你那个道家也是从吐纳开始的，所以你看这个都是。人家圣人知道会去搞这些东西的，我们一观道友从来就不讲，赶快办到度人闲工了业，对这个也要做。其实要静坐，如果没有闲工了业的，你也做不下去。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虽然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认真在道场走，发现了以后，在静坐的时候，一下子没有办法。生日期间，静不下来，也很难了。但是呢，要锲而不舍。再看这个功能，你就要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就一日功。这等一下也会谈到。所以说，你看，我这边就讲提这个一个方法，你这就是讲，那这种可以从三教经典去找到这个物件。但的时光一定要应景，所以说呼吸是一种基础先从一呼一吸慢慢调整。当然静坐那下来你说静坐我们得来滚佛家连禅坐不是最好的，他们最有经验对不对？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心能够静下来最重要姿势不重要，心没有静下来你这一直不断硬崩崩的我要讲一下，不行，快点快快点，重要这个呢起来又升归点，那也是错误的方法。你就做个15就好了，做不15就起来，静不下来你要起来。其实我们这个练修有两种方法，有一个动功，有一个静功。有的人静功没有办法，但是可以从动功获得相当不错的方法。因为动功是身体动，心不动；静功是身不动，心在动。所以你这个搞摸透了你就慢慢长到了窍妙，哇，华起窗外，感恩那个老师慈悲，对不对啊？然后我们恩典，咱们得到一个小小的收获，你就欢喜啊，你就欢喜心了，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做，你会欢喜心。要做才会有欢喜心鼓励大家找时间下手，绝对很短的时间你就会获到收获，这是我的感觉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做这个铁地公要怎么样，我们从小孩子去观察，所以以前也很少人在身为了舌底上颚啦、锁边关啦、腹部去打到在但是你看要观察，其实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有了，与生俱来都有了，但是你就慢慢被他们输掉。
你看，第一，小孩子哦，你要管那，阿婆三岁哦，没有超过三岁哦，一定都是有超过三岁还是那个锁玄关哦。但是说，你说锁玄关他怎么着？他会锁一下，放开，锁一下，但是，所以这功夫在哪里呢？修与不修，不修与修，这个功夫在哪里？好，点到这里。你这个小孩子啊，你年轻人你自己做妈妈的，你就刚出生啊，那没有几岁嘛，你把他两个 A P 的拉下来，他在睡觉是吧？他就斗鸡眼，斗鸡眼就是什么？啊对，他会折底上，对，拉下来，他会折底上，这个没有人教他的。啊，他你看他呼吸啊，他都懂了，他都懂。这不是我们与生俱有的吗？但是你现在有吗？对对，我们都流失掉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赶快把它找回来啊，对不对？你如果找回来，啊不是，就返不返还了，就是恢复到我们，哦，这赤子之心啊，是不对？所以我们以前老前辈说，学到有什么困难？你就是学这个赤子之心就好了。会讲不会做，对不对？自己也不做，叫人家做啊，就是这样。我们自己做，我们不要叫人家做，我们自己做。然后你做的有功，有心得，赶快大家分享，就是这样。问题就是在这里。如果你做了，你不分享，埋没好东西呀、啊，对不对？所以很快大家都摸索啊，先摸到你有心得了，还有告诉你东西。身边的人，我们的道场告诉道心，大家赶快，我有这个体验，大家赶快下手，这件事，再下一页哈。因为哈，这是先天的，我多少人刚才在讲，但人堕了后天以后，就慢慢一天一天的流失而不知，所以说过去的先贤哈，修道说要学赤子之心，其实我们要先观察赤子之身。就是讲，不管你观察，你要观察啊，看他有没有锁玄关，有没有舌底上颚，有没有呼吸。对啊，你看一看，回去哈、哦，阿嬷哦，你就看那阿孙的哈，对不对？看他有没有锁玄，绝对没有错了，不会骗你啊，一定有的。但是有一个哪一个比较快丢掉的，舌底上颚，因为小孩子现在都刚出生哦，没有多久再给他按摩奶嘴，不不，按摩一塞下去。那个阿姆在那个舌头就没有办法抵到那个上颚了，所以你拉出来他就习惯成自然了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流失掉，就习惯成自然。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能习惯成自然，但是好的可以成习惯成自然，不好的对做不了。所以这个你观察，如果没有错，你就赶快按照这个方法，就这么简单，不要、哦。去找很多旁门左道，本来我们过去，我所以说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其实我们就忽视掉而已，你把它拉回来就好。所以哦，我们这个时候要从呼吸下手，这是过去比较舒服的地方哦。所以腹部呼吸由平稳到深哦，这深层慢慢的练，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就一日空，你只要有练，他就有收获。他、啊、你没有练，当然没有收获啊！你没有工作，怎么人家发薪水给你，对不对？哪有那么好？对，所以一旦人家努力了，你有做，你有做事情，人家薪水就发给你了。所以这是就正常，这我们练功也是一样啊。你自己不练功也，那他，我说我刚才说，除非你是佛子下凡的，生缘再来，那就不用了，那就是无为火。没有都是要按部就班开始练，就这样。再来第十页啊、哦，这里有一个书了啊、哦，这是拿出来给大家参考，这也是可以讲，但是、哦、我们不讲，我们练一下就好了。无如细小两佛功，包罗天地造万功，若能解合其中矣，便是西天不老功。上接无极天，下正阴阳斗。两旁闲置叶，中间套银丸，腰缠八字带，换会仙官。大家能会体会到这个在讲什么吗？应该哈、哦，其实也不难，
因为这个本来我们就有的东西啊，对不对？如果哈体会不出来了，你就回去开始按照这个建模慢慢去体会，就会体会到。不要讲啊，这个留着以后有时间了，如果要问题可以的啊。反正现在不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拉过去。第二位你要讲到这十二页，炼法在坎尼书中。为什么？连坎尼哦，其实就是在讲玄关，是在讲玄关。因为那个离吼是阴四神嘛，四神其实是阴性，阴神嘛。因为这个离吼，这个离离卦很离离吼，我们要拉到第四页去啊，拉到第四页第五页啊。哦，那个离吼，乾那是先天的嘛，按离是后天，因为那个离吼中间哦两点有没有？那是阴，阳中带阴。那个音是什么？真音，金的音呢？坎是外面是阴，内面是阳，那是真阳。所以因为前部那中间那条线，因为掉下来坎，坤变成，掉来的坤的地方，那中间的地方变成坎。变做有坎中阳，啊嘞，上面就空一个，这离中阴，所以那个是离啊，其实是阴神，也是什么四神七神啊。所以刚刚突然讲，是按外大环境变七神，你们跟九天嘛，来到这后天，后天你就是四神，先天的元神本性真阳，所以乾就纯阳嘛，对不对？坤就纯阴嘛，所以那天地正位就这样。在我们人在老母亲的怀胎的时候，就是先天地位，但是我们来后天要怎么回去啊？要怎么回去？对不对？初坎天离。以前的我们老前辈也要常常在讲啊，初坎天离的，这是他讲也搞不清楚什么二个初坎，要怎么初？对，要怎么将那个坎中那个阴阳初到这个？这个离中西，要把它天起来变成乾卦纯阳，这个就是要有光的，但是不晓得，不晓得呀，不晓得要轮回，但是我们太好了，老天爷慈悲，示范转给我们先天卦，回到天佛院再去练，但是我们不要，我们现在就要练，不要去那里太麻烦。考试考不过，那个变成国小，那个幼稚班了，对，我们起码要考到高中以上去，最好要考到大学那个程度，所以我们要赶快练，所以那个怎么错，没了解，所以其实这个是哦，岂敢天理之法哦。是故炼法在坎离，坎离之修炼乃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息，精化不失盈，气足不失食，神足不失盈，故离坎乃，坎离乃是炼精炼气炼息。我最后那个挂一个线，重要是，其实神和剑都是相同的，就是我们要恢复到本性。所以我这里吼，其实这个是道家的说法，道家的说法。但是咱这个性本性吼，是比较接近这个儒家和佛家的说法。儒家大概儒家诶讲个性，本性。啊，这个性吼，咱也可以理解。什么叫性？什么叫性？再跳过去那一行。这是我想的啦，不是抄啊，这是我。要坐的时候，坐的时候体会出来。当然后面有两句哈，这个喜不喜心对吧？讲的很多啊，对很多人讲啊，是心是佛，我在这里呢，所以你们查到这些就讲，性者心先者性，性灵生心，心灵生性，是心是性，是性是心，是佛是心，是心作佛哦，灵心变成变成心佛，这里是不要去细骨哦，这很多人讲，但是前面这几句有六句哦，
可能也有人讲，但是我没有发现。我欠他，可能我无法度给你们。我们各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会从这里去体验这个线？就是在做的时候，为什么会是线？线为什么线是怎么来的？我是从这里下水。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哦，线如何来，心如何生啊，这个搞清楚了，明心见性不难，明心见性不难。而且线与心是可感知的，好，但线是感知，但是你摸不到啊，对不对？哦，但你看不到啊，摸不着啊，哦，完全是要从体悟下手，你要体悟去体会，用梳理禅，用禅法去体悟，建筑方法去体悟出来，哦。如果你用看的、用听的、用摸的哦，可能离这个准则18000，你找不到这个东西了，哦。因为哦，性是空的，心也是空的，哦，但是性能在空中、空无之中产生妙的，哦，这个妙有千变万化，无穷无尽。性的本体是极静的，性的本体是极静的，哦，但是要用什么来代表？用零来代表，哦，用无极就是无极，哦，动时用一来代表是太极，也是真心，再动分两仪，哦，就变成分为阴阳，啊，因为分阴阳就是有善恶哦，善恶心哦，所以我们道哦，所以道来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切时空人事物皆完备。嘿，从这里就一切整个宇宙里就开始变，千变万化的这电线电下来，虽然看是电了，但是它还是在变，一直变。你常在身体哦，哎，分分秒秒在变。那细胞一直在变，你知道吗？按那个细胞变哦，会受什么影响？受心情的影响。心情的影响，你知道？所以你心情好，心情好啊，细胞方面高兴；你心情不好，你就虐待细胞，你会杀死细胞。所以人生气哦，会杀死细胞，我们体内的细胞会被它杀死。所以你如果生气的话，欸，有一个那个网络也有讲的，有一个美国人哦，两夫妻哦，有一个小孩，他生小孩，他因为哦什么意见哦，可能意见不合嘛，大家互相吵得很厉害，那个妈妈哦吵得很生气，气得快死，气完以后，抱那小孩子哦，给他喝输了，那小孩喝一喝哦，输上来哦，不知道怎么得白癜了。奶中毒，这个是，欸，医生找不到，医生找不到那个东西呢，找不到为什么会这样，那出生是啊，这是因为生气产出毒素的，所以这个网友有看到，网友有看到，哦，有看到，哦，对，不是我说假的，还是真的，对啊，啊你那个，你如果那个好的奶哦，怎么样？你要冰存起来好几年哦。你妈再拿到给他那个融化哦，他那放在那五郎宫跪黑了这沼露了哈，落醉了，哎，那个奶变神异，哦，没有人家这样讲，我没有亲自做过，我是听说的，不对，不晓得，其实奶就是神，你看，何其重要，心好何其重要，你可以生气吗？你一生气哦，你害死小孩子了。对不对？哎，自己也伤到很多，生气怒气生那伤肝了，啊，对不对？啊，悲哀伤心了，啊，对不对？何必要？还有，你如果听到这里啊，你还要生气吗？每天都要笑嘻嘻的，啊，打欢喜心的时候，你的细胞不是自然就没有免疫力了，就我们有免疫力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新陈代谢很好啊，他也高兴，你也高兴啊，何乐而不为？哎呀，如果我们没有讲到这里，你怎么知道？那这太好了，对不对？你听到这些偈啊，你能够终身受持哦，哈，这一生也要成道不难，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哈，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啊，这再下去这个事实哈，哎，不对，要不然哈，这过了几哈，就是几世学到
讲参行啊，参行。我刚讲过一点，我就知道。好，你看就好了哈、哦。我在太乙，你没看嘛哈、哦。啊，既然我刚讲的三年不息，这个先天，我将四十归红，做三十四行天王位。不在乾坤天地流，本来无月无星云。一般高物加加有，只是无如不息轮，大化气为无密处，一来绝不会光污。哈、哦，这是这个所这。这些诗啊，在什么地方？在五秀前五国上中原啊，内底一个诗啊。我感觉这句哦，你如果能参透哦，这个还不会够。这个诗如果能参透了、啊，参透它的妙理啊，不难的、啊，已经上当，绝对没有问题。这一首诗。啊，再来后面这一首诗也是一样，我这个不讲，以后有时间再讲，因为没有办法讲。天上天上日头地下转，海底上观哈，第十五页哈，海底残间天上飞哈，乾坤日月本不稳，该因道比转天机，人心若合，若依天心合，颠倒阴阳在骗时，大多玄机颠倒颠，翻天心翻地覆要顺天呐。孤舍强血虽能健，两火当中孰甘愿？五子先知在用心，只是人心尚未转。何劳无我可所寻啊！吼，此个先知重石楼，只叫杜撰昆明吼。弹琴需要古笛嘛，所以谈到吼，有时弹琴。你如果哦没有知音了，才不是什么好道理，是不是？你如果遇到知音了，越弹越有气，就能够身历其境。啊，这个哈、哦、就是要平常有修啊，啊，那个境界拉高起来，大家都差不多那个水，会接近的话，啊、弹出来啊，笑眯眯的告诉你啊，你如果不会欢喜。一定欢喜，欢喜心。但是你如果没有啊，差太远了，啊，压怕听远，压是听远，啊，刚刚啊，你在恭喜啊，对，所以还是要修，绝对要修，不修哈、哦，这个都空谈，哦，快一点，这个哈、哦，虽然短短没有多少页的哈、哦，你可能要一个礼拜看一次。我以前在看这点是这样的，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单经的书啊。啊，尤其六祖坛经，但是看嘛是嘎嘎，看了好几页也是也搞不出重点。但是人家说哦，读书千遍哦，其理自明，这个确实有，我不知道千遍哦，就慢慢有体会，这很重要，你一定要慢慢看。虽然现在看不懂，但是呢，有时间又静下来啊，这个是在工作，我还不在，哇，你好高兴啊，对不对？人家太强了，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啊。哎、啊，我什么为什么摸不到？时间没有到，一年就成熟，你就是没有办法。一年成熟了，哎呀不得了，人家哈、哦、依照现言哦，都赶快放假后啊，咱能快去走，你就会感慨感叹说，我们太慢知道。你如果就早知道，你我昨天告诉我们那几位，你现在赶快修，趁这个人去年轻修。你现在三十岁，你五十二十年后，你现在要让他这样很快年轻了，越早练越年轻。但是你老的话就没有办法，因为哦，那些器官都派你了，对不对？哎，那话现在哦，你器官都很好，赶快练，气都很快就会畅通，任督二脉就会打通。我要把任督二脉怎么打通？我都导引啊，想一想怎么弄啊？反正这边有气哦，热暖暖的。其实呢，你有必要去考虑那些，不用考虑。其实呢，本来在这就通，你是不通，你不知道而已、啊、如果不通还动吗、啊？还能动吗、啊？不要讲得太闲了。我的时候，我你刚读，你那光啊红，那你讲，我唔知那连啊连到光，我这边不一定正的。哪一个？你看他哪一个？他要做起来，挥起来，太少了。那个表演的有了，网络表演的有了，真正在修道的有没有？很少了。很少看到他涂起来了，对不？那个变魔术的有了，我像这真正修道也没有看到这种，对不对？我没有看到了，但是不能说没有啊，我们不会怪我们说没有啊，对不对？但是很少啊，但是我们实修实练最重要，不要好高骛远，一步来一步来，
因为因缘成熟他就会。你来因缘性，因缘成熟，你遇到有真修人一点，哎呀，等几年你就去等你一句啊，等了好多年就等你讲你讲这句，我本来就爱栽啊，干什么栽？不是啊，因缘没有成熟啊，就是这样。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为什么？什么因缘？因为果报的关系，果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我们要耐心，慢慢一步练一步练。当然，坚持的人就跑到最后去，对，不坚持你就永远在后面。所以大家好，互相勉励的哈，互相鼓励。哎，修道要办，没有办很难。道家有 四个重要的这个要件，四个要件，这是道家很重要的四个要件，所以你没有法也没有办法。但是有法了，我们已经有法了，三宝心法了，对吧？但是你也要财，这个财哦，哎，有两方面来讲，当然是经济的财是足重要，啊，这本身我们的品格也是很重要，这两种重要啊。还有就是道理，有法道办，没有道办哦。比如在这样，你就走到一个瓶颈，你就停下来。但是有道办了，哎呀，再鼓励一下，再冲一下，就过。就是这样，有这个。哎，地点很重要。哦，为什么你修道家都要去找这个好的地方？哎，你如果要修的话，你坐到那个工厂的旁边那里修，那里那不是完蛋了？哎，叫你呼吸都是呼吸不了，跟脏空气。对不对？本来要身体好，那搞得身体不好，不行。所以要找到好的地段，清净的地方。所以这发财立地，发财立地，立地很重要。这是道家哦四个要件要修的事情。当然，你如果现在其实华财业也是很修道人们能够哎，昨天我们看那个李祖伟，我很欣赏他。为什么？他吼钱有不能讲，对，我一起投公之妙，我也是这样想，道有的好，不要吼好高骛远，我家有我相通啦，哦，因为太好了，伊袂讲我啊金钱上，哦，刚才我们的金钱很真的，足足人的嘛，刚用就用，哦，爱不要去贪。不是我们人，去勉强，就一直想要，你用它好，因为每个人生来都具备的，你要用多少，除非你功德、福德、福报很大，你有认真在行功了愿，上天再多一点给你，它是会有的。但是如果我们都不修的话，你要一直期望上天啊，我要求要几百万、几千万，没办法，卖钱了，空书乱讲，不要用。反正是疲劳，对不对？所以呢，咱就了解哦，这道家的讲这四个功课，咱也要具备啊。来下一页。所以讲，这个，拄啊，迄几首诗哦，迄是李先祖哦，伊一本册哦，李先祖有这个是。你很多的修辞的诗，很多了。所以，你做白日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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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这里，但是呢，慢慢的跟一遍一遍把它看，慢慢的，后来哈、哦，慢慢的，他就跑出来，阿汉在其他经典在慢慢对照，来修持，这个是很重要。那以后我们都可以，所以说呢，古今奉教者多了，行其法者少了，哦，这部分阴阳啊，故不审进退，不经营精气，不知才情，而以妄作好奇，故道之难成。炼丹日志哦，要妙在应用而已。你在练哦，我们的应用在哪里？只有一个锁钱，你如果不会锁，锁到头脑上。我一直斗鸡眼，你斗鸡眼斗到这，我这卡卡皮卡丢啊！对，啊，你头昏脑胀啊！因为什么？你一个你那个念头锁在那里，那邪意都往那里冲。所以我刚才还没有讲，为什么要抽砍天理啊？我没有讲啊，对不对？就讲练一下啊，你不懂。其实这个是在用神的巧妙。你如果那个意念就是神嘛，神就是火，理就是火，神也是火。我以前我说，人体的火到底是在哪里？没有一趴，我趴会啊，我啊，其实会很像温度，我很先会一修嘛，对吧？啊，它呢，它会热是嘛，就是我们的念头很重要。你的念头在哪里，那气就在哪里。现在我所以指出来，心就嚓，这个指头马上气就冲到这个指头，就冲到这个指头。所以我们在那边在练气功啦，有无？练气功啦，那个抬手啦，也是那个在抱球啦，那很多就是哦，太极拳啦，啊，还有说什么相功啦、外丹功啦，这你如果这都是气功这一类的，你说啊，你练气功有什么感觉？其实气功里面哦，会手指头会胀的，麻麻，对吗？你俩没练啊？其实我们在练的人哦，只要手一拿起来就胀。所以练气功的人不会随便打人哦。在打人啊，你也朝小朋友啊，他就高兴啊，你这个人来，他怕我让老师打，因为我们这个气很强。你看在那个那个是有台湾医院的测量的。啪！脑血管破裂，所以不可以。如果有练呐，有像炼丹功啊，或练太极气功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功法哦，什么功法都是一样。你练的呢，手都是会胀大，看到有气，所以你不会随便打小孩子，就要懂得，这个很有时会出事情。所以说练气功哦很重要，其实。就是你有什么感觉？一提手，就手肿起来，麻麻、刺刺，就起来了。好嘞，啊，看到人家练气功，啊，你有什么感觉？无啊，无感觉。啊，其实不是有，不自己不知道。啊，人家练到就说，哎呦，感谢我，我人家说，有一股气在动哦，好像有动，像我这样在动啊，就这里就会麻了，因为平常在静坐就是气，气在运。啊，你如果再有动功了，你哪不能这动功哦？动功就是你要拉再，要太极拳来抱球啊，抱这球，对不对？你哪看嘞？安尼路吼，迄内底路啊，路下去啊，不得了嘞！你要抱一个西瓜在那，在那舞啊！给你那30点10点啊，你那我告诉你个故事，有一个两个兄弟哦。他大哥在做动，他的弟弟哦，游手好闲，哦，啊，伊迄大哥哦，每天早上哦3、4点就要起来，勾出来，不是讲家己嘛，要用手的啦，手勾了还要磨啦吼，啊，伊洗那个黄豆吼，要洗好多公斤啊，好几啊米多来着，啊，伊就这出来啊，那水多了，等下啊再，这个不是战功啊。这骑马步嘞，对不对？他这样一练20、30年了，他练他有功，他有功力，他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什么呢？什么才证实他有功力？就是有一次他的那个那
他的那个弟弟哈，在外面哈被人家追了，要打，被人追跑回来，跑回来了，别人敢不敢？他大哥跑出来，什么事？啊，三四个人在追他，啊，要冲到他们门内了，他那大哥啊不要了，要是干什么？就随便的一甩，嘿，割玻璃，再来一个，也是说这个，啊那耶稣比较狂，这两个人感谢他，不是，人家一个准备讲，他笑很苦，他写下面。他自己练功，练是功都不小，练是练，五练几练的，知道吗？五练而练，所以我们修道还是要练到这个程度。你要练到你不知道你自己在练，那就修成啊！你这你要去鼓励他，演出来不得了，我告诉你。啊对啊，这是这，我是这种事情，太好。是我们自己放弃，不要做了。你希望大家哦，赶快来实践我们三宝心法哦。哇，哎呀，阿神姑父呢？哎，时间赶快搞动员嘛！你们来搞个去。哎呀，过来哈、哦，这里就对伊了哈。伊就是讲，最重要是在应用，应用之妙哦，就在应用。应用吼，你要去摸。我们吼，无论什么光华都要自己去做。每个人的性质不同，所以他会读些有的人体会感觉上体验不同，对不对？所以你要摸自己去摸到你那个顺畅起来，哦不得了，你要去摸。啊，但是不要傻傻的都哦，记载一个毛病物质噻。哎，完了哎，也要关心自己的，哎要哎去探自己慢慢探讨。所以说吼，其中这有一个。三日吃根祭，北海水出潮之意啊！这爱个两个解释，这卖讲，这因为这讲有嘛，那个各种问题嘛。世人一介不离金啦，难度中生上冰冰吼，不免天机中泄漏漏泄，平淡只是起何精？哦，多在人为日用上。入手入口骗信用，便使莫用天台修，温化相暖，咳就好。这吼，你有文字嘛？你可以看就晓得了吼。我不用国语，我讲这个你过去的国语也等于啊，拍死了，道歉。啊，这就是我主要咧讲，你先做，你来对。以前住的怎么样？这你老想要修啊，我后山老资源吼，我若来，我会再来给你。这里吼，要修我才卖给你，无要修我就卖。现在，迄我伊无做，伊即我一来嘛是一呛死啦。哦，迄人迄是一个道家吼，道家的唔知第几代祖，伊个吼将这条这个诗吼，佮加这注解。哦，我看到他注解啊，实在太高兴了，啊，伊的古早诶注解吼，迄个是干那白玉蟾，白玉蟾迄个注解，但是他没有看写得那好，啊，迄个注解足赞，你若后日我会，你若要收人，我才要，啊，无要收我，哦，我该要个，因为我嘛有得个啊，我这个管理，啊，管理无几本嘛，啊，是要收的，是要认真要学的，当然有贵，啊，无你就家己去印，啊。我提予你，你若要爱，你就去家己去。这真重要，因为这个吼，这本书吼，刚开始很难去体验，但是你如果一段时间了，你又会欢喜穿了。那李先生吼，讲得太好了，太实际了，但是我们就不能没有办法理解啊。来，十七页啊，三密华在哦，刮中刮这处理啊吼，虽然点的这点做处理吼，何为刮中刮？刮中有妙法，哦，这口刮咱讲的无字真经嘛，咱的佛学不是说无字真经嘛，哦，咱前辈在哪讲，这无字真经不是我别写哦，你不要乱写书的，那泄露天机哦，啊，对，虽然说哦，也是书用来真言咒了，哦，幼言哦，咒语不在主上嘛，哦，啊，不可哦，虽然是无字，可是有音呐，有音就有字嘛，这不是这样吗？对，能够讲出来就有字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去体悟真实意义。为什么？我现在不讲啊，讲的没有办到嘛。哎，那个在路上点灯，真的
可能有的还没有修到，我不晓得哈。但是我不讲，但是我讲那个大意。有修到的人恭喜你，对，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还没有求到，你听不懂啊，赶快到楼上去求到。你就啊，当时你讲的是安尼嘛，这太好了。这口诀吼，其实是吼三级一贯，因为不给太给黄金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啊，这是吼一本在万事，但是万事要归一本啊，要怎么归？这个奥妙就在这个地方。这是口诀，口诀奥妙关键在祖师，弥勒祖师的圣号。哦，哎呀，阿弥勒都献过啊闭关，有了，当然有闭关了，不知道而已。啊，我们再来，再来，你看去了，我跟你讲不着啊，啊，多少再者，啊，我讲你听，有。弥勒哈，印度裔，翻译给了这祖师，啊，对不？那一般来说，咱较早老前辈拢讲讲啊，我唔知对，我唔知对，伊较早就老前辈，我听人讲，所以我才写呢。吼，以中国文字来讲吼，咱来用中国文字来解释就好吼。弥就是弥漫嘛，吼，圆满嘛，弘弘就是弥嘛，吼，乐乐就是热烈说意思。啊，常常你开咧，哎，因为哦，哎，那边是六个，哎，他都会停止，他本来就不跑了。哎，你要放开，他一直跑，对不对？所以是。这个巧妙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说谎两字啊，如何应用自如啊？这一个先嘞，没运用自如先，若实则实践则能暖自知。你哪东西只会变来噻？对啊，我老常话我的稍微的应用，我的花起中文啊，花一个人听下来跟对我蛮高兴啊，因为这样我有体验嘛，对啊，但是体验好了嘛，您体验的地方啊。如果你体验下去，你会比我。我这个是初体验而已，我就已经高兴得很，对不对？你如果再深一点，希望我下次来能听到你深度的体验啊，那收我外外希望的收获很好，对不对？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啊。所以讲口诀哦，是一个咒语，啊，持咒也有妙用的。经常讲持咒有妙用，它也有妙用。它哦，持咒它会消业障。能减少一分余名，啊，它也会增加福慧，它会增长一分出现。所以第三，你说专心持念啊，近日念而无念，无念而无念，持续妄念，你就能够近日清净圆明分体。这个你爱去做啊，这你无做哈，哎，你自己不做。不是讲他讲啊，来想装哦，啊，想出哦，踏踏实实的加持一下，灌顶一下，啊，那叫做清净了，没有啦，你这灌顶十次也没有。刚才我有讲了，我们一贯道，你求到点三次也没有用，也没有开悟啊。对，以前呢、啊，那老前辈说啊，我们这个一贯道一跳开，跳开哦，一滴通满一点，真的吗？如果一滴通满一点哦，还有冲突嘛，对不对？一滴通满一点哦，它自性流露，它绝对不会有错。我们如果能够和人讲话，会有一气之争的，可以让老子不通，真的通他都不会，他就赞叹，因为个人造业个人担嘛。我们为什么要去搞那些东西，对不对？我们只有赞叹就好了，大家都互相赞叹，不要去争论。很多事情哦，为什么会什么叔尊叔母什么那个什么哪一个怎么样的表文什么，就为那有用吗？是不是？等一下也会谈到，哎，你来讲了，叔尊前面哎马大叔马讲，哎后边嘛有机会来讲。所以我们真正的这样。你得法不用法，有没有用？就是老师亲自传给你的，授亲自授业，亲自传道，你不修有用吗？还是一样，还不一个。就是你没有授老师名师一点的，人家能真出修炼的，也没有修道，他也是可以成仙成佛。也有这种事啊，对不对？他开几乎的心呢，他就是没有拜师的。这种最起码也蛮听，四性都会走，这佛教也是这样，
其实道家也有，因为你修到某一个程度，上天就会出天，对不对？他就会，人家就差一点，就派个人来玩点下点化一下，你就成仙成道成佛。对，所以不一定啊，不一定说你求到，但是你这样求，这就不用求了。哎呀，你不用求，不用求，你更没有办法，对不对？还是要按有因缘就赶快求到，起码他点下去你叮当嘴，六车嘛，对吧？啊，那个啊，我老伙计看姿势嘛，大家互相看他，让他拔一下，我说他在里边啊，他那到现在互相鼓足了，哎，就很快啊，对，所以我们大家互相鼓励，啊，互相切磋，啊，大家不中间，一定要同心协力。不要搞分别，不要搞执着，不要搞妄想，这是对我们修持没有利，没有利。我们只要大家能够互相探讨，就有办法。来，赶快解析啊！成华在混含之中，我这个很有意思啊！混含乃点道之中哦，西天虽远成各道啊，混含长生不老天，要回长生。要回不老天了，就要有混坛之功夫。哎，这个混坛哦，也是我在哦，那这些啊，很容易一观察到哦，点读出来的，混坛长生不老天，这有意思哦，为什么会要混坛呢？再深一点，再思考一下，哎呀，他注意就有了啊。哦，我一直听起来你吵起来，不要做，不要做，然后站起来，赶快写看，写看写什么？哎呀，太好了，啊，这个魂哦很有意思啊，这个魂哦你要看，所以哦仓颉造作哦，我们要感恩你，三点是什么？水嘛，对不对？这个日，一个丙，啊。一个人，一个两点，一个火。我们先讲这个啦，哈，这个就是水啊，水跟火啊。比哦，比就是比肩嘛。季节就是一季节，啊，季节的意思的哈。哦，季节意思的哈，就是这样。比是一这样意思的，啊。所以你说，你看它三点就是水，日就是。代表火，就金最金会一股转，记起。那你就是要有这个功夫，你没有这个混乱的功夫，怎么回去不老天？哎，不老天就是长生不死的地方，老无死的地方。那我们要有这个功夫，就是水火既济的功夫。你华丽个，你哎，天伟的姐，你不高兴吗？对不对？哎，那个喊啊才有意思啊，喊哦，我不讲，大家思考一下，下次大家之间开始。留一个我就搬啊，下集再讲。因为哦，一下子哦，没有办法吸收那么多了。老实讲，哎，也要给大家哦去思考一下，才会用功嘛。你如果不给他思考，我天天的后来就哪里有那么好？自己要，我现在讲，你回去要在从中去探讨，你这样才有办法。现在讲是我的东西啊，但是呢，经过你脑子一洗，便是你的东西，对不对？你如果不一定要，呀，我洗着的，对，我都收回来。你如果去用，就是你的，啊，你的比我还厉害。我这个不是啊，把它抛砖，它隐喻的是你要去吃，你再引出来那个意啊，意思啊，宝贝，对不对？对吧？啊，那砖头嘞，搓，抛砖带出来去，还搓一遍，但是再经过你加工，就变成玉了，那不是很厉害吗？所以你如果一天你不自己加工也没有用，哦，所以天天不可以，就天天而已不行，天天回去要加工，回去啊，晚上睡觉在磨磨磨，要讲个什么东西啊？在，就是睡不着觉，要起来做一下。抽一下你的定一下，哎，这个啊，再思考一下。
那个思考出来啊，你看晚上都不敢睡了，对，高兴，欢喜啊，所以就会欢喜充满自己。我经验唔是安尼吼，所以讲吼，这分含吼太重要。分含吼就是咧讲这个功夫是讲坎离啦，讲坎离的功夫。但是要分为先天的天分定位吼，就是坎离之中，真水真佛，迄个就是要真水真佛，他们要去融合。所以那个融合就是嘛，合同。有没有重要？你看，咱们不要说合同啦，我们大家同样在办道了，这不同啊，同办道了都不合啊，这不是这样吗？道场不过就是这样的这种事情吗？啊，就好了，大家都合了，但是他也有常常有不同的声音，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就是没有用功，没有训练，你没有训练哦，你就没有办法。身段没有办法放下来，我们身段要放软。我记得那个昨天我们那个我最喜欢听的，昨天我们受益良多，李子伟啊，他以后应该叫他上课，他不要讲什么，讲他的经验就够了，讲他的经验就够了，你这一生受用无穷了，真的啊。不要说咬文嚼字啊，他或者吼要切一寡这物件，你再弄不啥啥，你那不用，他那就很简单。其实我们修道本来就要简单，不要搞得复杂化。啊，这虽然我们引用这一些，其实也要是要简单啊，简单化去做。啊，不要说我想要建筑，我要想要什么神通啊，通，你他妈神通啊！你如果真的有神通的话，见智不语，那个。有时候会考倒，会考人，神通会考人，仙佛会考人，到时候是仙还是佛还是魔，你也不晓得，那分辨不清楚的时候很危险的，啊，我听到士兵的他主导我干什么啊？哎哎，急啊！所以啊，感谢他就好了。所以有那我们常那个听那个他们那个佛家，佛来佛藏，魔来魔藏，这句话你唔知捌听到无？我较早也是捌听人讲。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不想要得什么神通，我就是平心静气下来这样。你管他丢对吧？平心静气，眼观佛中，你就能够做到这四个字就够了。平心静气，不要好高骛远，对吧？你如果平心静气的话，很多事情都自然浮出来，就有智慧。啊，再增加呼吸啊，沉入。这样叫受益无穷，慢慢他自信就会流露，不很复杂，不很杂，我也讲不，我不没有讲得很玄呐、啊，很平常，这是很简单，不要让他多动了。所以这个哈、哦、合同哈、哦、很重要，合同哈、哦、其实哈、哦、我们要从解门开始，你要去破解这个什么叫做合同，为什么我们那个一贯道说合同呢？合同就是契约。对不对？古老的说，哎，你要房子要租给他，你们去打合同一下，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合同最重要是，你打契约要还要有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印，对吧？做关节印，印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我们有什么？有合同就要用印，盖七红章啊，手印，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啊，印证。所以合同很重要。合同就是双方都满意才能算合同，你双方不满意不能算合同，所以我们修道大家都不满意，那怎么会合同呢？啊，你的你干你的咯，我干我的咯，没得合同啦，这是错误。所以呢，要自己先调整，不要叫别人调整。别人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你人道心知道你害我没有办法控制你。只有自己控制自己啊，所以我们要退下来，所以退一步来说天空，哦，不要一争，争没有用的，对，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的我的，对，所以不要争，所以我们道中不要互相冲突。如果我们发现到什么呢？意见不合，我们要先感恩对方，因为有他，我才能提升，
对，他的意见呢，虽然看起来现在不怎么怎样，但是我们不要去排斥他。数久见人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先退一步，啊，大家何乐何乐而为？啊，就慢慢的，哎 ，OK。这其实合同哦，是要怎样？要从解门，但是要由行门做起，你才有办法合同。你如果行门不做，所以你先理解合同两个字的重要性，然后你再真正的实践，去试验。这样的话，比如说啊，包容嘛，啊，相亲啊，相爱啊，相惜啊，相和啊，相同啊，哦。比如说父母亲啊，夫妻啊，兄弟啊，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同事啊，哦，还是讲咱一切的在道亲啊，哦，万事万物，哦，人事要圆满嘛，你才有融合啊，哦，这样的话通行无碍啊，哦，那无疑喽，你看点到时不是告诉我们吗？哦，传你不合同，道在胸中，实质相亲不要乱来。但是我们这样，我们都是在落空的，酒肉不一样，对。就相气，要秘密才不会落空啊，对不对？我们包起来，不要破空啊，对。啊，你那个刷的落空啊，所以啊，大家要相气。这个是在要行动来印证，不是用讲的，用讲的。我刚才在讲，叫人家做打买票，自己不做，对，我们要自己做，先自己做起。大家互相努力，你也要做，我也要做，啊，大家来努力，我把它充实起来，这样，不用多久，你就欢喜充满，高兴的人，啊，一家和乐，那不正常吗？所以说太重要了。过来，哦，这样哦，你就有办法哈，哦。所以说，一件合同的真实意哦，不是讲我们去外头连合同，就这样就好了。它是包含一切哦，行为要落实，观结印，这意思就象身真神气间理气象合而为一，同为一体，混含在其中。合同也就是混含的工作。哎呀，老师讲读书哦，太厉害了，为什么我们不去印证？啊，简单是啊。啊，各位，这个要告诉我们的道亲啊，没有告诉我们的道亲，我们也有职责。其实我们有职责呢，我们代理老师传这三宝品，有缘的众生求道，按你自己没有探讨好，告诉人家，哦，如何下手，如何去做，那不是我们有过失吗？所以哦，毕业门前正道多，道高点难师，人是必要，啊。所以讲哦，看到我老师讲，地甲乌噜噜拢见，你剪钱甲剪短丝，都是这样哦。那你做剪短丝啊，好吗？啊，表面看起来哦，人家都宣传剪短丝，某某剪短丝，其实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哎呀，真是一个看鬼的呢啊！我们都需要修啦，啊，我们还要比一般的道亲还要在地下，啊，我只有我们是做不到，道亲也要设计。你这样我们一天没有啊，你们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还可以讲要点法，对不对？啊，如果你点的是不能给人家，啊，这怎么办？当然要加，再上法力嘛，啊，互相探讨啊，那，啊，赶快大家同，这个同道的这道亲的，长辈的前辈的，多跟他们联系，互相探讨，真的要将老师的这火爱法。参详出来，这简单是很有去经营，不去经营，我们要真的要下把功夫，我们这个地方要把它拉起来。感恩的哈，你要跟他们提醒一下，你可能都做不过，那起码就来到咱这里这妈祖，啊，一千哇七十万呀，再来到厝来到妈祖，不要不要去别的朋友。啊，记者啊，有这好意呢，我讲给老师哦，你早就说啊，你赶快派一个人去哦，你马上去高山坡，我高兴得很，啊，我好，唔该，个答应我要你讲台去讲嘞，哦，我讲，我再跟你讲，其实我心中已经答应了，
爱人人是可以随便答应的，要讲好再来，真的。所以好，我尽量我想要来，因为哈、哦，这是500年前嘛，1000年前就约好的啊。这不不然不知道谁约我了，不晓得啊，可能跟那个人我们昨天晚上那个李主任，李主任啊约好的，对啊。我和他很相亲，他昨天谈好说我感谢他，感恩他。他确实是哈一个好领导啊，反正这个新人啊，有他领导，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再配合哈，我们已经进入告长了，江老师所传授的心法，把它参练之后，我昨天告诉我们那年轻人，那捆绑，你如果现在开始哦修，你不但你能够哈在短短。当然要用电瓶时间了。我说哦，建议他们超10年功龄，涨牛我还想涨牛，我马上走了涨牛。其实不用那么多了，你可能哦2-3年就不得了。但是你要能够成为一方哦的栋梁哦，一定要超10年。这个基础哦打稳，非常靠人，是这年轻人就在大心。花可以。有劲才有力。我这个月呢，花了太久了，现在才慢慢在努力啊。真的嘞，我以前也是花的，但是我都没有经验的，没有经验跑来到咱马祖、马祖、大干，啊，今晚嘛就是要来金门啦，对了，好，来，啊，再来了，准备来开机嘞。啊，这个人啊，因为哈、哦，其实哦，这是一种缘嘛。我们这个缘哈、哦，要把它结得更紧密。为什么要结得紧密？没有紧密，这是不是合同。这个合同那么掐住，不要放开。咱们这个把大家呢，心手相连，将师尊的宝贵的道。我们不要谈气量，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这个都没有，你不修都不好了。但是他有缘，不要看怎么样，他只要有缘，天道三宝心法，哎，我地道三宝心法，以安化来我不管，我就有希望告诉他，为什么他能够实修实愿呢？你要不管你什么真错，真的不修变成假的，假的真修变成真的，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师尊哪该？请张老师张天然祖师该修炼了，你如果不修那是假，你不是老师点的，但是你知道三宝心法，你修变得成真了，真的合二为一嘛？为什么不是真？所以一就是二，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体会到哦，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你不明白，那叫分别。为什么要分别？你的情况，哎呀，我没讲，你的情况，我听到好像赶快，就差很多了，对不对？你是男，我是女，为什么会一？我们身体不相同，其实我们灵性都是一体。你如果能体会到这样，有什么问题？一切万物都是，我们都是一体。只不说你利用，哎，这个体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啊，你能够干，你干嘛讲不去排斥哦？这个理论哦，你要下一点功夫才有叫办法。你是讲讲讲，你得直接认同，不是哦？我这样讲你都认同啊，对不对？哎，你是你，我是我，对不对？还是男女是，对吧？一点的嘛。但是我们灵性是一体。今天如果不讲一本上万书，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我们现在万事归一本，我们要回到我们本位，就是这样。为什么不是一样？所以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然后再将一打破，就归零。哎，从疗法就是在这个地方。哦，第二个，第二个刚才疗法了哈。啊，那就用什么方法来疗法？我是这这喜欢我这里喜欢这圆满疗法，就是圆满的意思嘛哈。圆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疗法，你一定要，差不多了哈，啊，这边说，怎么会？哎，怎么了？怎么？
我记得春三五夜嘞哈，春三八块都听清楚了。伊就是讲要用什么话来聊这个话，我提议吼用两个字，还是每个人记提议。啊，后日恁再讲完嘞，啊，然后咱大家研究，对吗？啊，这就是大概是这样啊。其实这就是讲吼，咱吼主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吼，就是讲按照这次第方法，就是讲你光法、面法、笔法、吼先法，按次第来修。哦，所以一直咧，一直讲，一直不咧，一直讲吼，唯有如此的功夫，吼，你才会有量。哦，其实这是一个有为法。咱有诶听到啊，有为法，哦，咱若听讲叫一切有为法哦。如无烦恼呀，哦，如何要如何应受如是观呐？啊，你有为法，修那个有为法有什么用？哪里？除非你先佛再来，那就无为法。没有，一般众生都是要有为法修，哪一个不是有？对不对？在后天都是有，你能看到是身体都是有，有为门家就有为法。所以讲吼，咱就讲吼，啊，这件事，虽然是吼，咱讲。贵子在前显都告诉我们哈，我们求到这个三宝心法啊，三宝先天道是，但是先天走啊，先天道啊，所以说那就是光是先天道啊，所以先天道就是讲先天大道是讲无为法的，但贵子这贵子讲哦，你这个是求道是无为法哦，所以这个哈，这临己才有，临己才有临。对我们生命有问题，你才用嘛？没有，你不要乱乱用三宝哦。看上去你安，对不对？你想三宝，听三宝，对不对？对不对？对啊，不要没有危险，你不要乱用，乱用就落，最多给你死啊。其实不是啦，那天天都要用啊。你如果天天不用啊，哦，感恩，啊，不利的。终于找到一个那个知音的，啊，这个就是讲哦，太好了啦，哦，啊，咱这个是讲这个，这年纪在过年在真过年，讲年纪在用嘛吼，啊，你若是哦，啊，无就是讲飞到天堂是吧？后摆买年货，我们到天堂去印证，三观大帝啊，你求到什么？那一棍嘛，哦，其实哦。刚开始我们前辈家前辈啊都告诉我们，这个哦在世保身体，哦吃是保灵性，哦我们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哦，所以免受轮回之苦嘛，能离出三界啊。用此前显常告诉我们啊，大家说啊外功完了，内功满了，只要你认真哦注重啊三这多行三施的法施、财施、无畏施啊，自然功德圆满啊。无锡在去像单纯的时候苦修苦练一路打坐啊坐禅啊内修功修什么，而且也无人指导，他告诉你都乱做了做我不满哦，因此哦鼓励哦不鼓励啊，甚至要禁止啊，谁都别乱做哦，如果那天在见禅坐，他都说别乱做你会被做我不满哦，所以而且说过去哦弘扬时代是先修后德，现在哦也先修后苦，修炼好。如今哦，白羊时期哦，普度哦，说缘又是三级末劫哦，天时紧急，天灾人祸，度众为先。修行只要进入到佛天道就可以了啊，很少去谈这个内诵修持啊，也很少在前显会告诉你运用三宝心法来做内诵修持。回想求道办道时，愿你不是有。两句话嘛，我们昨天一点的时候也是有讲嘛，哦，做实心忏悔啦，实心修炼啦，哦，对，哦，诚心保守，这第两条，第一条可能大家现在都有来，这诚心保守你有拿到的，哦，应该及格的，哦，但是嘞，实心修炼做到了吗？哦，实心忏悔做到了吗？你可能还要，哦，大家哈，斟酌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怎样？所以在求道或讲三宝时候，常说啊，今现在是先得后修，但是要如何修？我们都以前的在讲师的，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在讲啊，哦，怎么样？其实只有道理上探讨研究了，先量人道五伦八德了，忠孝忠孝悌忠敬。礼义廉耻的啊，
不是刚才有讲啊，三纲五常啊，这些哦，都是告诉道亲的、啊，他真的谈得容易。你刚做到，刚刚选刚做到，你常做过了吗？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要真正的要做，你就唯有静下来，才有办法。静下来是很忏悔，完成。所以我们静坐不是说马桶我整个全部不听当啷当啷当，结果顶坡我们先。要回光返照，就是要探讨我们到底今天做的怎么样。我们以前讲的，现在有没有不足？就这个小动作要这样，慢慢去，慢慢去做，然后再从这里面找出智慧出来，对呀、啊。所以说，这里如果没有透过哦内在的反省、忏悔、建立、啊，说要改变自己、啊、不好的习性、啊、其实是很难的。我也是这样。我这个过来人也是这样，刚开始的教育做自己不做，所以说，啊，讲得很好听，我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自己都做不到，对。现在开始呢，我忏悔，我现在向大家忏悔，我以前都做不到，现在刚要起步，就这样，对。要花路，花路忏悔。佛家有佛说要花路，花路忏悔就是你过去做错之后，现在要表达给大家知道，哎呀，我以前都做错。现在我要忏悔，你把它印证一下。我现在想要转回过来，真实的修炼期，大家等一下哈，这样。所以这是哈，不好意思，是困难。除了做深层内圣修持的，而且依照师尊三宝心法修炼时，想安全又殊胜。我们可以从一贯道解答点到时得到印证。这。个人也是依此修持哈，印证啊，所以我们提出五个步骤哈，向各位报告哈，大家容易下手修炼。虽然这个道法是无为的，修炼确实是有为法。先人说，先练要练而无练哈，无练而无不练，这才能进入无为法。其实无为法也是法啦，哦，再说无为法也是法，持的怎么样，舍弃才能了这个法。所以说，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佛祖哈，跟释迦牟尼佛《刚经》系的高龄啊，49年了，说了84000法门，最后他怎么样？说什么？佛祖说：“我未说一法。如果你说我有说法，你是谤法。哎，我这你没听到啊？应该有吧？这不是我空口说，我也是听来的，我没有去找到那个佛经讲这样的。但是我以前有听到那个佛师这样讲。所以你说我说。”不做你做工，你哪讲话有说法？你是在报复我？严重！他讲49年都没有说完，那这什么？怎么？他为什么不是说？就是说，他是说他自己没有讲法，这些法都是以前都有的。我只不过参次给你，像我今麦咧讲，这拢是较早留下的物件。我今麦是提集中起来讲给大家听，这不是我创造的呢。这也是一样啊，这包括这些都是不是我的、啊，是我把它整理起来，我讲那个经历的。偏一偏，这样偏难，好难搞，做点参观呢。这个不是我的活，这本来你也有啊，只是你没有去做，你没有去发掘到。你现在你只做啊，你存弄起来比这个还好，希望你弄再做好一点，把它参与出去，把它让大家都圆满，就是这样哈、哦。所以说哈、哦，我做一工哦，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世人皆因执着分别妄想。而不能证得、哦、所以要透过内圣修持，如何能自现清净，回归本来面目，而使真如自现，自然流露，应用无障，气来自由，便知一切理法啊！此为含容空有，殊生无尽片，说片法界，一真一切真，为真如实相，一切延伸连面，只有看破放下。归零，回归无极，了弃一切法，由小莲进入大莲中。我们一个大的无极，我们是本身在这个小无极，你小无极要进入大无极，还 OK 啊？所以两个零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两个零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哦，这是哦，本含为一体，完全同而合之。合而同之，故曰佛法。
所以哦，我们就是好像一滴水，黑墨就好了，你滴掉再来，还有黑吗？对啊，就是这样，哦，因为融为一体，它那个是合同的，所以哦，只要我们下功夫，我们就回归老母的身里面，啊，你 OK， 所以讲哦。动起来，刚才动起来，你讲哦，唯有静下来才能产生办法。你没有静都是空虚，胡思乱想。要静，慢慢练习，没有关系、哦。很简单，你不要按照那讲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三个步骤、哦、首先，舌体上颚啊，腹部呼吸、哦、慢慢来，你自己摸。我、哦、不要说我做到什么程度啊，你要就要有的，没有那样的啦。大家每个人都是相同的，问如来自性都是转换的，但是你自己摸，自己去摸索，每个人一点不，反而你不摸索了，这一下子就上学校也不一定了、哦、所以就自己要去做就好了、哦、所以、哦、感恩啊，过、哦、年愿大家早日啊、哦、这个归根复面哦，返本归元啊，所以说哦，这个结语哈、哦，就是讲三宝哦，随沙啦。啊，处得忧我脾气是硬。现在我们这个一还要再打破，那个就下次有机会哈、哦，家人叫我等一下，这里哈，这里粉翠虚空，非常白去就如外人啊，我个做下来呢，我做这拆卸安尼，好、哦，谢谢。我这里我希望讲哈，恁若会使电脑恁都 copy 住哈，啊，恁家己哈，家己这块的哈。我是讲，头仔起来讲啦，讲连个台语连个国语啦，台湾也无完整。哦，你若要讲国语，就爱讲规，其实拢国语嘛。哦，啊，讲台语就规条拢讲台语，安尼哦。所以无本来我会使烧烧的吼，无大家啦。哦，即我是讲落去来烧大家，但是我看即摆讲三三侪都无完整。哦，因为呢，连个台语连个国连个两个都两个都普通语，哦，普通话，我爱讲不清楚，我爱讲啊顿来顿去吼。我是爱讲台语较流利啦，吼，台语我讲会流利，啊，讲国语就讲袂流利，吼，真无简单吼。啊，这里吼还有很多，这个是收起来的，啊，一这个各个几家吼拢是收起来，抄心量图啦，现在吼这都收起来的，你可以参考。还有一个最后面的一个零极限，这个太好了，这个以后哦找时间我专门讲一课这个零极限。这个零极限哦，太好了，它是外国人哦。偏的书了，一定一个弄狂的嘛，连极限的，他流流他弄狂，那个菜啊，他的连极限哦，也可以融入我们这个三宝经啊，连极限也可以融入啊，你慢慢的、哦、这个回去啊拿去看，啊你如果想要这个彩色的哈、哦，你也可以拿去影印的，啊较水啊，你这彩色的你这一定一滴光爱五块啦，我都啊那个不，我今头一过顶啊，过来去伊要干嘛无方便，啊我就让他做 OK。所以人说不可不拆卸，啊，我这个印两张，我讲为了爱看拆卸较水，放在这里，啊，你们就去影印就可以了，对啊，哎，这嘛在放大呢，放大恁吼，恁会在放大的时候，会在做迄个看，迄个做啥，迄个恁会使去再研究。这个吼、哦，你如果深入去探讨，你可以讲一个小时没有问题，分析下去，感恩来，好，可以，谢谢。谢谢张老祖，众生佛慈悲，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二，谢谢三鞠躬。反正也有这个机会哈、哦，啊，各大家人啊，希望咱共同为师尊这三宝的宝贵心法来共同来努力打拼，希望这年轻人哦，赶快啊、哦，这是以后你们都要推行。啊，当然。在那个时候，大家拢加油去了，哦，所以讲吼，应该无问题啊，感恩啊，谢谢。